热乎乎的锅烧面，赶快分装到小碗试吃员早就等不及，要大快朵颐。锅烧面口味这么多，真的让人选择困难。哎，我很喜欢吃锅烧面。那你昨晚有吃这个？网络上，高雄举办锅烧面大赏，票选出前20名店家，还找来50名试吃员品尝。要选出最有人气的锅烧面，参赛店家有坚持传统的老店，跟创意口味的新店家。 从早餐店到卖宵夜的，全都跃跃欲试。可是主打那个重庆麻辣，重庆麻辣都是我们自己就是用手工自己下去炒，新鲜辣椒下去炒。用北港的黑麻油把它变制成像姜母片一样，整个精华都浓缩在那姜母片里。麻辣口味加入温厚中药材或是暖心又暖味的麻油姜母，都在这次入选名单中。还有传统的海鲜口味，试吃员变身大胃王，全都吃一遍后选出最爱店家。 第一名由这家文青风格小店夺下，主打原味跟乐沙。高雄人爱吃锅烧面，早餐吃到宵夜，这次举办锅烧面大赏，超过100家参赛，结果出炉，预计又将掀起锅烧控一阵排队热潮。三立新闻黄大伟、古先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